娱乐圈的恩爱夫妻很多，但提起邓超和孙俪这两口子，粉丝们也都会投来赞许的目光。两人结婚这么多年，更把日子过成了1+1=4的完美生活，不仅感情稳定，还有了一对可爱的儿女。平日里两口子经常在微博隔空撒狗粮，既逗逼又甜蜜，还时常上热搜。在6月7号端午节这天，孙俪大嫂就发文晒照，原来她把两人结婚时的证件照又重新拍了一遍，对比9年前的超哥和自己，孙俪配文感叹结婚已有9年了。而随后邓超也晒出了两张对比照，并对孙俪说媳妇9周年快乐。调皮的他还在孙俪微博下留言，谢谢孙俪老师的照顾。仔细看过照片的网友都称9年时间根本看不出两人面容上有何改变，更多的还是越来越有夫妻相了，还说邓超越来越像嫂子，嫂子越来越像邓超，超哥依旧年轻帅气，娘娘天生丽质很漂亮。粉丝们都纷纷发来祝福，希望两人幸福久久，天长地久，一家人就这样恩爱幸福下去。那大家喜欢这对有爱夫妻吗？欢迎留言评论。